车站将由二岗五个车站和乘客下车，其他车站不停站，不提供运营服务，敬请留意。致电的信号若不靠近，欢迎光临无事。广州南站返程旅客运输需要，2月11号至22号，地铁2号线将延长75分钟运营服务时间，期间开行广州南站至江河望港方向的。